提醒一下陆心泰，过年要包的红包是双数，他竟然包了一个亲戚红包，他大批的震怒，你真的是想要中我还是怎么样？包了亲戚给我。他后来又补回去，他是一个三千给我吧。我爸气死了，他说他没有想到他有生之年会拿到两个白包。拍过年红包包这数字，吴山不报，吴宗宪震怒，是想咒我吗？你是说你小初一的长辈吗？我怎么好意思？这小初一的这个尿布没有关系，尿布妈妈已经代言了哈，卫生妈妈也代言了，保健品妈妈也代言了。那阿公红包可以来一点吗？谢谢。今年应该不会再发生，一定八千了，好不好？八千就可以了。